台中崇德青年大乱斗，各校代表中国，有，中台，哎，喂，这样，哟，哎，没打，哎，哎，没事做什么效果？一二中，哎呀，有，中山，有，亚洲，有，中心，我们现有的几间学校啊，进行我们的快问快答，来看看他们的智商是不是配得上他们的学历，超过87分。名列前茅的茅，指的是 A 一种草 ，B 姓茅的人 ，C 草做的房子，请作答。开始了吗？哎，没有，是这个是三，他这个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一，这不可能答案的、啊，是哦，对，翻牌，你答案是 A， 没有，啊，请问。欧洲历史上有一个是画家，也是科学家，请问他是谁 ？A. 达文西 ，B. 毕卡索 ，C. 米开朗基罗。哦，请问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空城计的诸葛亮在城楼上做什么 ？A. 弹琴 ，B. 读书 ，C. 下棋。哎，怎么样？扫地？请作答。应该读书吧？我觉得应该在睡觉。应该睡觉。对啊，睡觉啦，睡觉。没有敌人的啦。一，请翻牌。哎哎。答案是 A， 弹琴。那我选 C 啊，请问人体最坚硬的地方是？啊，我的肝。你的肝。A， 牙齿。B， 指甲。C。肩胛骨，这个肩膀有点酸。这才能听到。这个应该还好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同答案。你是想出来的？三二一，请翻牌。答案是 A， 牙齿。竟然还最硬，最硬，这就是你今天上面的新题目。请问成全小组领装备道路演习在哪一天？要写出来。A 2月8号 ，B 2月16号 ，C 2月26号。2月26号吗？答错了直接抓去关。答案是 B， 2月16号。输了，输了。我们选择你为什么？是我选择 A、B、C。没有，我选择 A、B、C。没有，我选择 A、B、C。这个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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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什